对吧？团队先让我看看剧本，然后就去尝试一下。那后面的十五分钟，我们就不聊天了。你不能去了，能去。我说你不能去，你就不能去了。那我可不能答应你。不许去。沈教授，这一大早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赵哥，下午安排了拍照，现在走吗？休息一下，下午继续。我可以接近你，精神状态不是很好。最近怎么了，李佳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，那位同学和你之间到底有关系啊？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助教，所以以后我会请注意，不希望你们注意。哎呦，沈巍啊，沈巍。哎，赵哥人呢？您好，沈巍。宗盛，对 DNA 上的 RNA 聚合酶实行数字控制。老师，您又写错了一个英文字母。放过我们吧，你们最好告诉我，否则。少爷，我带您去找他，求您放过我们吧。